开始喽！开始喽 ！TDR， 这怎么开嘛？没有。是非 Part One 在高滩地。首次德国的直升机在高滩地。不会摆 position 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看我测那个转速，有在测，在测啊。在测啊。多少？在测啊。哇，这大概1200哦。好，转速很低啊，很稳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个好像四平方那种感觉。就听到桨声啊。多久啊？至少15分钟。15分钟 ？Normal 啦 ，Normal 15分钟啦。哦，那测好了吗？是多少？他的机油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对啊，那很难测。德国很难测哦。多少？135。135啊？才转啊！好，那你开 Idle One 看看。Idle One。Idle One， 来试量一下。1700。哦，差不多啊。对啊，爱走步啊。开30%。你敢爱走步啊？来来来，测一下。这60%吧。72%。72%。哇，你不要冲出去呢。今天只是，今天只是来下海啊，没有叫他来接客啊。2000转，还走弯了。哎，你不要飞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飞，你头尾你就蹬不出来。哦。机头上拿装上去了。你就蹬不出来，千万不要飞，你只要屁股上去。这能见度，他今天的增速不大。哎，机头上装上去，再拍一个好了。好屌、啊！你把它弄一下，这样飞下来好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要，这头尾伸不出来。